他睡了一半，看到吗？早安，这次来澳洲呢，主要就是来参加我朋友的婚礼。是我国中时候的一个同学，这一次会是我第一次参加这种比较西式的，他们都是从小就在澳洲长大，所以他们会在教堂跟饭店。教堂呢，就是有一些仪式，应该是证婚仪式吧，有神父的那种，然后会走那个，就是从两排那个座位这样走进来，很浪漫的那种。然后晚上还会有一场，应该是比较偏向大家吃饭啊 party， 所以今天就要来好好打扮一下。我刚刚已经先去跑完步了，等一下来泡澡、刮痧，然后再来穿衣服。现在在用的这个呢，是一个电流挤机棒。我之前有介绍过，这是一个台湾的牌子，非常厉害。好像，看到我的脸在狂动，它可以让脸瞬间拉提，非常赞。好的，现在要赶快来准备。我好像很常这样子，就是都觉得自己预留的时间够，但到最后都不够。基础、妆前、保养。Let's go。 我刚刚已经先用的是这个 B 绿茶平衡，因为我有刮胡子，所以有时候让它稍微不要那么发炎啊敏感。激光水我刚刚也已经用了，都是带小的出门，但它最近好像有改版了，但我目前是还没有收到。扣奥兰蔻，麻烦请寄新的激光水给我。消摊女这一罐是 SK2， 旅行的时候我都用这样小的，然后是喷雾状，就还蛮方便的。激光水跟 SK2 都带有一点代谢角质的功能，但我觉得这两者的功用对我来讲还是蛮不一样的。激光水比较是发亮，因为它代谢角质的能力我觉得是比较强的，加上它的剂型好像有一点点有水有水的感觉。那我觉得 SK2 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有那个透明的烹饪感，它这个透明的烹饪感我觉得是其他没有办法替代的。我习惯在妆前保养要擦非常非常多各式各样的水，这个是 Free 的花蜜什么什么露，算是比较厚一点点的化妆水。那这一罐就是很香很天然的精油的味道，然后会稍微再小小的按摩一下。我觉得我化妆的重点还是在于要让肌肤喝饱水，才有办法让后续的妆比较服帖。这边很晒，所以我一定要防晒，但是我现在有点不太确定我这个防晒会不会跟我的底妆打架，没试过。这个是目前最近我用到最赞的防晒，这个是什么 Sun Pre。 这个呢是我去医美诊所木的时候他们送我的，它真的超级好用。它有 SPF 50加，然后 PA 4个加，质地很水润。我通常用蛮多的，就是真的大家防晒真的不要少，就是你的一个面积一定要涂到固定的量才有防晒的作用。我用的底妆是这个 RMK， 我色号是103，当初有故意选比较那个深一点点的色号，就深一小节啦，因为102的话就会蛮白的。这个东西是有关那个厚薄度嘛，就是正中央这里会需要比较厚一点点。其实我觉得用手上就可以了，因为手这样子涂抹其实蛮快的，因为有时候刷子我也会担心说有刷。我们真的来得及吗？我觉得我们会来不及耶。我现在是，我底妆完之后是什么？蜜粉吗？你觉得我要上蜜粉吗？还是不用的？不用吧，会很干哦。那我就直接修容。修容用的是这个 HeMe 台湾的，这是一个这样子混合。好的，基本上我就是随便修一修，稍微这样子 blend 一下，美妆部落客最爱的 blending， 让那个比较柔和一点点。下巴接下来画眉毛，我都超简单，就是用的这个是 K
Kate 的某一个眉毛定型吧，然后是 Clear Black， 不会太浓，然后它又有眉胶的这种感觉，就稍微刷一下，能够给眉毛的毛流增色，就是让它颜色比较丰富一些。刷完之后呢，再用这个眉刷来定型一下。换衣服，我就是一个心机女，我竟然准备了两套。下午的证婚呢，穿的这一套是 I Am Man， 就是伊森米亚 K 的，然后里面是 On Please Say， 早期非常早期的东西，这个可能有十年了。它是一个自带领结的衬衫，非常的 cute。OK， Let's change。好了，我们要出门了。我们现在到教堂了，在雪梨的北边，一个叫做 St. Mary's Church。不知道为什么很紧张哎，明明不关我的事，但就觉得有点紧张。外面已经有 limo 了。他们等一下应该就是搭乘这个豪华的车，不知道要去哪里。你今天 settle 也是 settle 蛮久了哈，盛装出席，好盛装哦。你不要这个肩膀会不会太平啊？好辣啊 ！Must have， 不能输，因为我们是台湾代表，不能输。哦，要进去了，感觉好温馨哦。真的是第一次来这种哎、欸，好惨哦！The wedding of Charles and Adele。哇，真的是教堂哎、欸，好赞哦！好赞好赞，好漂亮哦！第一次来这种。Hello, handsome. Oh, hello. Hey. Are you still alive after skydiving? Mm-hmm. Where should we sit? Anyway. Alright. 场地也是很隆重、很神圣。这边是唱现场的，超级酷。Hello. 来看一下这里面有些什么，还要印节目单哦。他会说你谁会说，他会说什么，他会唱什么。哦。原来如此。那所以他们还会稍微念一下哦，了解。所以这些都是安排好的耶，还蛮缜密的，很像我们以前在办活动 ，rundown 都有写得很清楚。我觉得来参加国外婚礼蛮赞的一点就是大家都很认真在穿衣服，不会有人跟你穿什么牛仔裤。但是我想最认真的应该是我们吧，因为我们等一下还要回去换衣服呢，我们是要二进的。没有要输给这边的人，大家真的都穿超漂亮的。等一下，要来换第二套，真的很忙哎、欸！我其实不知道为什么我要把自己搞得这么忙，但很好玩啦，就是看着小时候的朋友这样子结婚，然后还有机会来雪梨参加他的婚礼，也是一个蛮棒的体验。衬衫是我找专业的朋友帮我定做的，
好合身。这个可爱的小领子，等一下可以放啾啾在上面。西装来自 Prada， 是一个大圆领，比较正式华丽，又有点复古的感觉。它是一个有一点 oversize， 然后肩膀我那时候故意买大一点点，让我整个人看起来比较壮一点。领带我不想要找太传统的，所以我找了一个比较特别样式，完成啦。Let's go to the wedding。好少穿这么正式，我应该说我从来没穿过这么正式，因为在台湾的婚礼就是比较没有这种机会。如果我去台湾穿这样，人家还以为我是新郎。需要啊，合理他命就是可以再吃。因为我就是怕喝挂、啊。他们那天是不是已经警告过我们说今天酒？我觉得没那么夸张。多喝点。我们今天算是喝酒部队的吧。到饭店了，叫做 Crown Hotel。这边拍不太出来，但它是一个很高很高的饭店，里面好像还有赌场。去瞧瞧呗。哦，这里就有了 pre-drink time 哦，就在这里 ，Pearl Ballroom 这边还有提供寄物服务，蛮好的哎，好完善哎，第一次参加这种，很不一样哎，超级赞，很赞很赞。这边还有干嘛？哦，座位区，这边应该是座位区 ，Cool。现在就是 pre-drink 的时间，有好多东西哦。我觉得他们这种形式也蛮好的，先让大家喝得很开心，就等一下也不会就是坐着就是无聊，就至少大家都有点酒意了，还不错。我觉得这个形式可以参考，而且是 all you can drink。现在要进去会场咯，哎，很漂亮哎。好高级哦，很米很米，非常米。其实会场没有到很大，但是蛮漂亮的。哦，这上面有我的名字。刚刚以为是一只熊，结果是一个 towel， 大家在那边讨论。毛巾，可爱，还有蓝色的。这太夸张了吧，有必要这样吗？花多少钱？而且我跟你讲，西方的婚礼就会有这个 dance floor， 就是跟那个地毯有不一样的区隔，很棒。然后现场有这种让大家拍照，还蛮可爱的。其实台湾有时候也会有，台湾也有，这个台湾也有。我觉得这个场地蛮棒的，因为它的舞台在中间，所以两边大家都看得到，不会像台湾有时候就是在这一边，然后其他后面的人就看不到。现在新郎的父母亲进场了，欢迎新娘的父母亲进场。我真的要感动到哭了。我们先约定好，今天不管谁先醉倒，我们都还是要去下一摊的 after party， 把另外一个人扛回家。你有可能扛不动怎么办？那你不能喝太多。没想到澳洲也有这种敬酒文化。来了来了，怎么这么漂亮？好美哦！哎、欸，你怎么那么漂亮啊？我要受不了，我要生气了。你很帅啊 ！Thanks. Congratulations. Thank you. Thank you for coming. 都没有拍到你喝酒，是喝水，他是喝水。哎、欸，拜托。好的，我们现在回饭店了。两句死诗没用。但是等一下还有 after party 要去唱歌，请问你现在睡什么意思的？我们等一下还有下一团。
刚才吃了止痛药了吗？这么累哦。好的 ，Sandy 放鸟，他说他头很痛，没有办法去。现在就只有我一个人要去唱 K， 但 Charles 说其他人都到了，所以我现在要赶快搭车过去。终于到了唱歌的地方 K Square， 感觉很好玩。也许你不会懂，从你说爱我以后。你很醉哦，没有。Is that why you need to sober up, Sam? 对啊，哎、欸，我在你们婚礼睡着， oh, 你们生气了吗？对啊，你他睡了一半，看到了。我完全他没出现。对啊，那、啊、你们不是想要帮我拍照？而且他是在台上直接睡着，我着了。